顺利完成了呀。好厉害啊，你是如何练就这种实力的？我们将这里收入囊中，可以吧？我的使命就是守护此地，我才不会输给什么刘备军。三国无双啊！真是实力惊人，暂且撤退。我斩杀了敌将，完全压制不住敌军，这下根本无法派出援军了。目前已经没有敌人了，可以，爽快了！啊，已经结束了，那就太好了！太厉害了，你真是太耀眼了！我必定击退曹操军。
全力。这样也可以吧？Yeah!
将这里收入囊中，可以吧？你的表现在军中可谓是首屈一指，看来你也有点本事嘛。进军吧，我们也来帮忙援助。不怪我们技不如人，草原大人，请原谅我们吧。八门祭所的一角已被攻破，好了，趁这个机会快点逃跑吧。敌方占据优势，敌人来了。不过休想攻破曹仁大人的八门祭所阵。持剑的士兵相对较弱，可以将他们定为目标，不过不好对付的部队就在他们旁边，因此要小心行事。阵型已经难以维持，曹仁大人，对不起。竟然能攻破如铜墙铁壁的布阵，那就让如化身最后之盾，击溃敌人吧。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军马，许叔，这都是你的功劳，感激不尽。真荣幸能帮上您的忙，不过曹操应该不会就此罢休了。